道美综合报道，媲美张若飞，二月坦诚未婚怀孕，近日分享六月凸肚照，上围阴胀奶，目测从原先一罩杯激增至几，好身材让粉丝惊呼，根本三颗球。媲美怀孕后，时常透过网路分享孕妈心得，十日在 Instagram 晒出凸肚照，她的四肢仍相当纤瘦，乍看完全不像是名孕妇，但胸部却阴胀奶，导致内衣穿不下，乳头还不时外泄，拍照时也只能将粉红色硬塞进去，无奈之爷仅能将穿不下的内衣公开出售。粉丝也好奇，听妹七月产子后未来面对小孩的教育问题将如何处理，他表示儿子拥有台湾及澳洲公民身份，为训练其独立会选择出国学英文，强者在哪国都可以生存，未来会尊重他的决定，但不管国人是否有双重国籍，建议送小孩出国看看观光都好，让他独立面对各国人种文化挑战，是因融合格局视野会比较宽广。媲美翻摄自 Instagram 媲美胸部阴胀奶，导致内衣穿不下，乳头还不断探出，翻摄自 Instagram 媲美分享六月凸肚，翻摄自 Instagram 媲美分享六月凸肚，翻摄自 Instagram